I 成零呢一度咧，最主要咧就系教大家点样去制作呢一个糖霜曲奇嘅。咁我哋呢一度咧就提供有呢一个基础班啦、进阶班啦，同埋呢一个深造班嘅。我哋不定时咧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啦。咁好似我哋今次基础班咧就会有呢一个森林嘅主题。咁深造班咧，今次咧就系有呢一个甜品系列嘅。咁基础课程里面咧就会教大家一啲入门嘅功夫嘅。咁最主要咧就系教大家点样去调校一个适当嘅软硬度嘅糖霜，因为唔同质感嘅糖霜咧做出嚟嘅效果咧都会唔同嘅。咁例如好似个苹果啦，咁咧其实咧个红色嗰一 part 咧就系用翻一个咧比较稀嘅糖霜咧，咁去画咗出嚟咧，先至可以有嗰个平滑嘅效果啦。咁至于好似松鼠嘅眼耳口鼻啊，或者系蜜蜂啲比较细致啲嘅位置咧，咁佢哋都需要用一个比较结身啲嘅糖霜咧，先至可以作出呢一个比较细致啲嘅线条嘅。咁至于深造班同基础班嘅分别咧，系我哋咧更加要求呢一个糖霜画嘅细致度啦，咁同埋咧我哋嗰个速度都要好快嘅，先至可以喺短时间内咧做出我哋想要有嘅效果。咁例如喺蛋糕上面嘅花纹嘅图案咧，咁相对比起基础咧，佢系细致好多嘅，咁同埋系复杂好多嘅。